我哋可以通过腾讯 Marketing API 嘅连接，帮助品牌准确定位中国 audience。iClick 是在2009年成立，总部是位于香港，是中国领先的独立线上营销及企业数字化运营解决方案供应商，连接 Global Advertisers 和中国 Target Audience。我们在2011年在中国建立了首个研发中心，从事 Data Mining 和 Algorithm 技术启发。经过持续的产品开发、投资和 M&A,iClick 是在2017年12月在美国 Nasdaq 上市。至今我们的团队已经超过800人，覆盖全球10个地区，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独立网上营销技术平台。我们在2020年成为了腾讯 IBG 首个海外白金合作伙伴，成为 Strategic Partner， 共同开发 Smart Retail 和 Smart Travel 的 SaaS Solutions。另外，我们亦加强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和鼓励创新发展机制，在原有的 Marketing Solutions 业务基础上创立了 Enterprise Solutions 的部门。我们亦建立了创新小组，鼓励创新机制和推动智能方案，希望我们为客户提供更创新、更全面的服务。我们 iClick 一站式线上营销的解决方案，希望可以帮助品牌有效地锁定和获取适合的客户。我们有自家的数据平台，拥有庞大的中国消费者数据，分析超过 9.4 亿的活跃消费者。而 iClick 的广告投放平台是可以覆盖 98% 的中国互联网用户，透过庞大而且实时更新的数据，整合优质的媒体资源，深度刻画多维度的用户 profile， 实现高效的触达精准投放，再透过 Lookalike 去进一步提高数字营销的转化效果。 iClick 企业数字化运营解决方案是希望可以满足各行各业全方位的需求。我们运用了大数据、 Blockchain 和 AI 等等的技术，提供创新的智慧零售和智慧旅游企业数据化运营解决方案，帮助跨国的企业和中小企去打入中国的市场，将商品快速有效地推向给内地的消费者，开拓更加多的商机。而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，就在2019年4月开始，我们为中国知名食品品牌恰恰瓜子合作，建立微信小程序商城，同时经营了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社群。我们在线上线下和在微信生态圈里面，帮助了恰恰瓜子进行多种不同形式的推广，再加上通过我们的客户数据平台进行用户数据整合和分析，去优化营销的策略。最后，恰恰瓜子商城在14个月里面就已经达到多过9000万的累积成交总额，每个月的支付用户的增长率为 65%， 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三倍。 iClick 的 Online Marketing 和 Enterprise Data Solution 可以充分满足疫情下消费模式的急剧转变，以及企业对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的需求，帮助企业改变传统销售模式，利用 Big Data 捉紧目标客户，以及打入庞大的中国零售市场。我们与中国主要的 Tech Giants 建立了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，例如百度、小红书、抖音等等。 iClick 作为腾讯海外唯一的白金合作伙伴，我们可以通过腾讯 Marketing API 的连接，帮助品牌准确定位中国 audience。 凭着我们的前沿技术和数据的分析能力，我们会继续努力为企业提供新颖而有影响力的 online marketing 和 enterprise SaaS solutions， 持续为各行业探索可行的数字化业务增长途径，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营业额。